我是九月，520给喜欢的人做这个吧，太可爱了。牛奶370克，椰浆249克。你喜欢甜呢，就再多放点，搅和搅和。开小火煮。像这样稍微有点点烫手的时候就好了。30克吉利丁，搅和搅和。小兔子的耳朵可以用草莓味的牛奶。冰箱里稍微冷藏一会儿。然后就可以把剩下的全部倒进去了。接下来的步骤是整个过程中最有技术含量的，放进冰箱。4个小时后，你就能得到一窝超级短的小兔子啦。用番茄酱给它点上眼睛就完成啦。一盘可爱的小兔子就做好啦。这还不够，你可以再来一点仪式感。